安金钊，我们分手吧。我不想要跟一个每天都在打打杀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受伤的人在一起。生气了，我答应你，以后一定保护好自己，不会让自己有事的。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我不想过这种生活了。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你有你的使命，我有我的理想，我们还是分开的好。楚云，我以前就已经向你保证了，平复了江湖之事，我就跟你回去，在你的世界与你生活。我不想听你这些保证，我要回家。我不信你刚才说的话。楚月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可以跟我说。没有发生任何事情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不信你方才说的话，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。安锦昭，你太单纯了。我就是觉得你来自另外一个世界，有点新鲜，从头到尾都是跟你玩玩的，你不要当真。你以为我真有多喜欢你吗？我腻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弄疼我了。